透过格栅结合线板的设计和洗练优雅的东方风格陈设，木质和白色作为空间主要的设计基调，客厅以茶色沙发铺成温暖气息，宛如工笔画的艺术壁画，以一朵姿态婀娜的牡丹花绽放出这个居家空间的东方风情。将电视柜结合木作格栅延伸至天花板，行云流水，恬淡秀雅，并延伸至后方整面的木质柜体设计。在许多搭配的饰品中，特别选用带有中国风味的设计家饰，呈现出东方独有的气派，却又不冲突地融入了现代感的格局当中。主卧大门以定制的铁件木做东方造型门，搭配设计师特地从上海带回来的红色复古牛皮灯，使走廊散发着无限的中式风情。对于收纳有大量的需求，设计师便在各空间以造型壁面的方式设计，让收纳有更多元的表情。在主卧室天花板和床头背板才以类似的木作格栅与绘相互呼应，更以朱红色的桌灯酝酿灯笼般的中国风情，得以巧妙融入设计中，宁静中带有力量，设计师成功为空间注入独一无二的东西。